三个中心落地海南，我想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，把中国的航天事业、中国的遥感事业走向世界。那么海南作为这个自贸港具有先天的优势，航天和遥感卫星的应用发展或者成果的应用啊，就是要借助我们海南这块宝地，这个扬帆远航走向世界。遥感卫星的应用呢，它比较多，比如说气象卫星的数据服务于海上平台的作业，包括土地利用的方面的，也希望我们管理局呢能够成为这个共享数据，就是把它成为连接国内和国际应用的一个点。